Hello， 大家好 ，Ray Wan Des。好，这一次要来打这个破坏神集结的关卡啦，第十一周的破坏神 Battle Model， 也是我个人的最后一个破坏神的关卡了。最难缠的就把它给摆在最后了。所谓的难缠，就是它可以封印必杀技，可以锁位置，甚至还可以一回合内开两发的必杀技，这个真的是超级烦的 Battle Model， 这只小丑。不过雾佛嘛，他极限这之后有超高的火力啊，就想说把它用在这个关卡内四个回合甚至五个回合左右，这样子快速的把它给通关掉，靠的就是雾佛的高火力啦。希望开场可以幸运一点啦，雾佛跟这个龟仙人天津幻两个摆在一起的话，直接可以让雾佛的火力最大化啦。お願いします。 Let's go。哦，那个技术的卡里弗拉在这一边就蛮 OK 的， OK 还行还行，只要不那么倒霉就行了，不要太倒霉就行了。我真的是很怕他，先来一个 Wiz， 前面两位怎样都是很需要 Wiz 的。墙壁上有，然后这个卡利夫拉最后了，因为后面受到三下的攻击真的是不太能靠，我实在不太能扛啊，应该是这么说。如果悟空去扛的话可能会挂掉。来，如果可以封印他的那个必杀技那会更好，太可惜了。OK， 189万厨师还行，可是在这边悟空是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就是了。哦，吓死我，我还以为 Model 对悟空开必杀技，这个就不用玩了的，就算有 40% 的 Wiz 减伤都没有意义，直接破40万的伤害，直接死，没有 excuse。好，咚，再来。没有二连击，不过有绝对的回避。不，我干你！我还能说什么呢？竟然把雾佛给封印掉，有比这个更妖秀的吗？竟然封掉雾佛的必杀，我靠，什么人哦？邪恶！太邪恶了，哇靠，这个亚妹12万，还行，扛得住200万的伤害有。把主战力给封掉，这样我觉得没什么好打了啦，这场没什么好打的，绝对挂定了。不过下一回合倒是可以稍微依赖一下，有那个龟仙人 L2 龟仙人的 L2 龟仙人的那个复活，我已经有一点晕了。这一轮这样子搞我 ，OK， 连多一发，至少多多少少多一点输出了。OK， nice， 有彗星一击就是漂亮了。好，好，两个被 lock 的位置倒算是还可以接受了，直接请了，不用想那么多。彗星一击吧。哎呦，坑！哦，580万，有这个伤害有，而且这一边是可以复活哦，有复活的几率。接着嘛，就 Let's go， 258万 ，Nice。这边就不开道具了啦。
整这点的话，不然很危险。哦哦，竟然彗星，哇、哦，超爽的，有没有？哎，高确率，高确率，做工啊，做工啊，672万，斯巴拉西，开心没有？再来多一次吧。的慢慢嘛，不过最后的悟空是绝对是死定了。可是有开到必杀的话，而且是全属性效果发现，非常棒。继续的压血，继续的把他的血量压下来。OK， 再来。啊，第二发就有点可惜，妈妈死定了，无所谓。这一回合我有复活，我无所畏惧。哇，64万，看到没有那个恐怖的伤害，有够亚妹的。即将。嗨。なかなか若い頃のようにはいかんわい。よし、行くぞじっちゃん。これです。やろうかな。やろうかな。さてさて。ウィス。这一边就是，有 wish 的话，哎，只有80000亿的防御力，有点危险。我下一轮我还是希望多存点血会比较安全。那么就这一边是这个样子好了。OK， 哎，差了一点点，血量差了一点点。好，这样子。应该是有接近千万的伤害了，打底。OK， 1000万。OK， 悟空福利。第七宇宙的奇迹，哎，竟然不死，干！亚贝，这个很危险，很危险。必杀啊！不过这一次应该是可以吧？80000 ，OK。哦，吓死我！马吉卡哟，这样子玩我会死人的喂！妈妈妈，不过这边有辅助，有辅助，13万的防御力还行，还行。然后这样子，最后哎，再稍微把血量给恢复一点。嘿啊，不是开场，不是先攻必杀，我就有机会。哎，咚 ，nice， 再来 ，yes。不过很幸运的是，这个贝雷摩多他没有回避能力。嘿啊，天战，咚啊，剩下一滴滴血，啊、没关系。哎，极悟空解决他，哇，爽啊！我以为那个悟佛被封印技能之后这一场无望了，结果痛痛快快的把他给宰了，哈哈哈 ，nice。这一张，体属的那个物以极悟空，极限这个极悟空那个体属的啦，意外的好用。哇，哎，我的所有的破坏神集结的关卡打得最快的竟然是11宇宙，哎，不愧是悟佛，千万的伤害不能小视啊。而且这边我觉得重点的伤害好像是在于这一只隶属的那个界王前悟空，哎，血量58%以下的时候全属性效果麻群，那边的那个人气一下500多万，然后连在后尾接着的那几发，单单他一个人就打了将近1200到1300万左右的伤害了，非常非常的猛。虽然说是被克数，可是当条件达到的时候，真的是恐怖。OK， 非常的愉悦，这种高输出快速的打过去的，就是的心情就是很好。好，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看。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订阅，谢谢。じゃあまたね。